我们现在来玩两块板子的互动哈。那这里 LED 点矩阵，这里我先丢掉，我保留这个就好。好，那外国 Duino 你要多个装置互动，很简单，很简单。你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开发板提供这个 LED 点矩阵？你就再加一个开发板进来，告诉他我有另外一台，我比如说我有另外两台 Smart， 我先把等一下接进去哦。那这一台我提供光敏电阻在环境侦测里面的这个，把它拉进来。记得光敏电阻我们 Smart 上面是 A 零。好，那我看一下，我找一台，好，这一台。一样的，我这个我就不用太快了哈，我们现场网络速度没有很快，所以我看这里去，好，这一台，所以呢，你只要把这两台设定好，也就是说哪一台开发板，哪一块开发板提供什么硬体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但是因为这里我们要让它连线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里有一个设定要麻烦各位勾起来，有没有看到叫串联？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学过电子的串联和并联？请问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？后面这一句不能问，对不对？因为那是小时候的事了。串联的话，一个不知道怎么的话就全部。对，串联的话，如果其中一个装置没有起来，所以就完蛋了。对，那并联的话就是一个挂掉了，另外一个还可以继续用。好，就可以继续用。那我们现在要因为装置都要起来，所以必须把这个都串联起来。所以像我现在这一台我还没有接进去，我这样的程式就没办法执行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所以呢，等一下你这边这里要把它勾起来，勾起来。好，那勾起来之后呢，你开发板只要提供这个，那么当他们串联成功之后，我们就要做一件事情哦。你看，在这里开发板里面第三个有没有串联成功做什么事情？所以如果他确定这个板子也在，这个板子也在，都成功的，你要做什么判断就在这里做，好，就在这里做哈。所以我现在呢，这里有了，还记不记得我们刚有一个如果逻辑怎样怎样就怎样，对不对？当然如果你不做，我就直接把光敏数值显示在这里，当然也是一种方式，好，也是一种方式。我先等各位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你先再多把一个开发板把它叫出来，看你的那个名字是什么，好，把它打进去。等一下我们连线的时候，我们再试看看。大家现在都接好之后，我先暂时不要用互动的，没有关系，好，先暂时不要用互动的，单纯一点，好，单纯一点。我们现在呢，直接把光敏数值显示到那一边就好。所以本来我们是显示在右手边，现在不用，好，我就来这边，光敏。LED 点矩阵，你看一下，我们的 LED 在发光这里，对不对 ？LED 点矩阵，你要把它显示，是不是在这里？图形代码，把它拉出来。可是我现在不是要显示这个效点，所以我把它丢掉。我要显示的是一个数字，所以你看我们 LED 点矩阵面有没有显示数字的？有，把它拉出来。但是不是99？哎，对了哦，请问我们这个 LED 点矩阵64颗。可以显示最大到几位数？哦，100就3位数了，所以99是紧绷了，好，就已经最大了哈，99是最大的。你显示100，它不会理你，它不会两个零留在那里给你看，它就直接不显示，所以这里丢掉。请问这个内容是不是要光敏的数值？所以我就来找什么光敏？光敏在哪里？是环境里面的光敏。直接丢出来，请问这样可以吗？因为它数字不是很长吗？0.几哇，没了，两位数就没了。所以还记不记得我们刚怎么把它转换？进阶里面数值转换有没有42路？再加这个，哦，所以我现在已经知道我要这个，再加这个小数点2位数。再转换成100，是不是刚刚好了？所以我们先排列看看哦，排列一下，你来这边看一下，你们家的这个灯，这个有没有显示出来？哦，我的这边还没有，所以你就要检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错，看看它的光明
数值，我看一下，光明串联，诶，没有出来，确认一下，我先把它显也显示，同时显示在右手边，好，这样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对。我会把它显示这个内容，这样我两边就都会出来。好，好，确认一下，确认一下它没有侦测到，哎，没侦测到有没有？这里没有侦测到，好，没有侦测到它就出现这个。好，那我先检查一下，我先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我有打错。好，那我把画面还给你。先下午比较想睡觉在这里，这样有没有看到光明的？有没有？对不对？那我刚刚到底做错什么事情，遭受到惩罚？有没有？你看一下，因为我忘记这个光明要有一个侦测的这个机会，忘记拿出来了。我只有直接显示而已哦。所以你要把这个，来，我把这里我先丢掉哦。就是你串联完成之后呢，第一个动作要先把什么光明的侦测的这个要抓出来，这样呢才有开始侦测。好，不能直接拿读取数值，因为这样它就没有侦测到的数值。那你要显示在那边，这个时候我就一样跟刚刚一样，把 LED 点矩阵有没有这里显示图形代码？可是我现在不要它，我要的是什么？要的是数字这个，但是不是这个，是要我们的光明。所以你会发现它在不同类别接在它后面，但是这样接在后面，我还需要刚刚的转成小数点，有没有？四舍五入在进阶功能里面有一个数字转换，四舍五入在这里，好，数字接进来到小数点两位，对不对？这里我就先丢掉了，然后呢还需要做一个转换，这样。这样也会比较长一点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经过这样之后，来，这样你有同学要拍照，这样比较容易拍。好，好，你经过这样转换之后呢，我在这边再执行一次。这样是不是就成功了？但是记得就是两位数哦，万一你用手电筒照，会不会有照到的话，100就没辙了。就不见了，但是变成零是可以的。这样了解？你看我们开发板这样子互动就很简单。即使你拿得很远，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，因为它是透过网络嘛。哦，来还给你。